你是勇士，所以很适合唱这类的歌。那讲到这个小黎啦，哦，冰冰姐，我足可怜的啦，我小孩足可怜的啦，为什么？难得有漂亮的女明星来，对哇、啊。但是我们发现，结果安娜，结果结果安娜，结果伊妈妈过来了啦，调啦，对调调，我这边啊都不敢造次。无啦，妈妈今日看红晒啊，也惊啊。直接来选的呀！哦，你意思讲妈妈会使惊惊晒？啊，惊晒啦！惊晒啦！什么惊红晒？你都有爸爸的妈妈惊红晒？惊晒惊惊的红晒嘛？小林，你是哪一省人呢？我是爸爸是新竹人，妈妈是屏东哈冈人。哦，什么呀？你是一个是混日本的啦，爱混屏东的啦。一般哦，妈妈来，咱大家拢新妈妈，哎，妈妈好，啊，妈妈唔知今仔来。料大概做万团，讲安尼，哦，妈妈对调调，难得一个较水的，冰冰姐跟彭彭姐，那是偶像，是哦，好高兴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归去的，妈妈那个邀请你，哦，欢迎欢迎，去看去看去，欢迎岳母，哇，都跟他飞嘞，争先恐后，岳母岳母来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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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很喜欢表演，唱歌还是演戏？就是在学校的时候，常常演戏啊、话剧啊，什么都在演。乖女儿那么会演戏，哎呦，你看我高追了，超级可爱，是吗？就是那时候妈妈带我去参加很多表演啊，然后有一天四岁在百货公司就假就爸呀，爸都安尼踢踢安尼啊，然后就唱歌，我讲哇，我是泼爸。啊，丢姐阿姨看你啊，就够醉耶，就出来去怕公狗了。女大十八变，那个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。小时候可爱，现在漂亮。对，我今晚那个看这个卫兵，啊，全家是不是很漂亮的画面？像全家福啊，真的太多了啦。太好 ，inside， 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啊，是13526，礼拜天。你看，你看，可以的。开心魂鬼啊！今天妈妈刚才她开火，但是小黎是这样，你国小的时候为什么会被霸凌？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拍很多戏，真的还蛮红的。然后在学校，大家就会说啊，你对你拍戏就好，你不用读书，为什么那么好什么的？是谁？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名字，哪个学校？可是因为妈妈规定我一定要就是功课要好才可以拍戏，所以我都很努力在读书。人家会说啊，科型应该作弊啊，那有请假一礼拜，两礼拜啊，过来。考试能考几百分？哎呦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花费学业啊！你就是阿无读啊，搁考一百分，免讲人讲你作弊。我老实讲，你老实讲有作弊不？没啦，小林相信他，绝对是天才型的。天才不好做，你没遐么用教的。都只讲未来拢要甲他友好，怎么因那讲一个话，你拢甲他反驳？哎，这你的亲家呢？哎，这你未来媳妇呢？你那真正阮囝咩规矩都好哩。气死啊！大家心不美好。对啦，不啊，妈妈因为陪你拍戏，所以常常受伤。你拍戏干嘛？她受伤啊？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没睡觉，她跟着我没有睡觉，然后常常因为这拍戏常常要跑来跑去，要拍古装戏掉钢丝啊什么的。也是你掉的，干嘛她受伤？她会去保护我啊，然后跑去拿水，然后妈妈辛苦了啦。对啊，现在有我们，对妈妈辛苦了，有一次就以后找我们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以后我们在身边，妈妈在家休息，可以放下一颗心的，可以发动猛烈的攻势。因为倒水给我喝，有一次跑步跑太快就跌倒了，自己不敢讲呢，弄倒毁啊！啊，我那个代志弄倒毁啊！你是在吃豆腐还是在安慰？哎，这菜就菜呢！我你今晚是在友好还是消磨？哎，妈妈是妈妈，就笑脸的话你讲的。说
到妈妈哦，她除了就是对我就工作这样子带我之外，她对我的感情也都会很保护、很参与、哦。是、啊，修蛋修蛋修蛋，我真的以为你好清纯，小孩子刚长大，对呀、啊，结果有过一段感情，对、哦，等等几段了，有过几段、哦，有过两段。妈、啊、妈、啊，我进来，妈妈，我进来，妈妈，我银行密码都在这里面。对，来先说，这是一个对一个小小心意。OK， 真的真的，阿丽不是嘛？我介意无声美。有过两段啊！妈妈，我进来，妈妈，我进来，妈妈，欢迎你。冰姐，冰姐，妈妈，你们吵架呢？拥抱哎，不是啊，姐才老气，你们真的很感情，很迂腐，你知道吗？吵架，我讲哦，你无渣人，我讲，查某愈水愈侪人要参考，啊，无人参考足青的。因为我已经单身被四年啊，哦，加青加青，还在要等，这个妈妈很开放，原装的啦，妈妈很。开放，我听讲人约会，伊个去甲人对去做电灯泡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当然嘛，哎呀，头一摆约会的时阵，因为迄查甫妈妈看了有介意啦，是圈内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样子在高中。高中你都何必要会？哎妈，你这，伊这是明星呢，你个何以何必要？哎，样子伊够困，样子都无怕伊啊。看过啊，有介意啊？哦，这查甫继续哦，有乖啊呢，啊做会去啉咖啡啊，还开讲啊，有认证。认证过，妈妈对你去创啥？问讲，嗯，阿恁兜吼家境唔得啥，阿你咯厝地厝头厝尾，厝头车尾，啥物车咧？妈妈就爱看迄帅哥，帅，看到帅哥就哎，这袂歹哦。我睇卡美拉翕相，我甲伊讲，哎，帅哥美女翕一张相。其实哦，我是惊讲伊即马出去约会无转来，到尾都吹我头。跳舞方法，所以但一个在三个拢爱翕相哦。没问题。哎，伊讲这个恁三个有机会啊。有啊，我甲恁三个翕相，这就拿到入门票，对吧？因为小黎的母亲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。一般只要叫做新妈，黑目睭吼，离啊离的电安尼电落哦，黑目睭安尼看。好有查甫拿过来安尼顶落安尼，大概是细大概是准的，但是这个妈妈无同款，因为她有两段的感情，第一段是你讲翕相，对吧？第二段听讲那个男的还劈腿，对啊对啊，并且你哪会知我？我听讲两母啊，惊讲男的哭啊那样，哎，好可怜，女儿失恋，妈妈也。